朱雀绝版老照片，第一张灵气动人，第四张知性优雅周迅，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女演员。1998年凭借苏州河获得第15届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的女主角奖后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位优秀又充满灵气的佳人。周迅也是一位古装美人，几乎没有人可以抗拒她的目光，美貌澄澈如一泓，深沉内里却藏着万千心事，似乎能透过角色触碰她性格的某个侧面。狡黠如精灵的她却似有若无地与公众保持着缝隙，极具东方古典美。周迅在电视剧与电影间双栖发展，风格多变不循规蹈矩，她的表演风格在圈内荣获百变精灵的美称，佳人独有的灵气最令观众难以忘怀。周迅是一位很有气场也很有天分的演员，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女演员，加上精湛的演技，精致的容颜，眼睛有神而充满灵气，一颦一笑无一不美。周迅是一个多变的女人，她本人比镜头上要更美，十分精致，眼神很深，是精灵型的。她在电影《孔子》中扮演的男子却是精彩的，让人们忽略掉了奇怪的造型。周迅在古装剧《如懿传》饰演女主角乌拉那拉如懿，眉毛细长，容貌清丽，眼神散发出强大的气场，整体造型都非常精致又惊艳，有小女人的一面，也有皇后霸气所在，惊艳极了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